65岁的向太陈楠是演艺圈出名的女强人，23岁就嫁了给向华强，结婚之后成为她的贤内助，两公婆在演艺圈地位举足轻重。近年向太积极经营社交平台，不时都会拍片分享奢华生活，富婆形象深入民心，而且短发造型亦显得好过年。不过日前佢就突然以长发造型拍片，同以往嘅形象好唔同，原来系因为三八女神节就到啊！